Hello， 大家好，我是果金。这次我们要介绍韩版的四季安生物箱哦，可以制作的特殊道具哦。那这次要介绍的特殊道具是这个随机的伦提斯耳环箱跟这个随机的史奈普戒指箱哦，也就是耳环跟戒指啊。那随机的意思就是视频开出来的戒指啊，还有耳环，他们的强化值哦会随机跳一个给玩家哦。那随机强化值的范围是在加二跟加七之间哦。也就是可以随机取得这个加二到加七的饰品哦，然后有机会拿到加七的饰品哦，有黑光、蓝光、紫光、红光等四个项目哦，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来制作哦。那下面这个随机的紫奈普戒指箱啊，有三种可以制作哦，有这个英雄的、防御的跟智慧的三种戒指哦。那和王灯戒指箱啊，制作是需要12个袋子哦。然后换算一下价格，大概是828钻哦，制作一个需要828钻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几率表的部分哦，就是打开可以拿到加几戒指的一个几率哦。我们可以看它的几率表，从加4开始几率就低于 10% 哦，那几率比较高的部分是在加2和加3哦，所以这类型的箱子开到加4以上哦，就算是赚到了哦。那你看加7的几率真的是非常低哦，加7的耳环几率在 0.1% 哦，那加7的戒指几率在 0.007% 哦，两个零哦，几率是非常低的哦。好，那这两个箱子就是这次活动新推出的一个戒指跟耳环的箱子哦，看玩家要不要拼一下哦。好，那我们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